收看大爱一行观，我们给他看这个同样是画啊，好像这样子端庄淑女的这个造型啊，他画出来的那种画风啊，似乎感觉啊，不太相似啊，这种呢就是比较所谓的古典的那样的一个画法，中规中矩。但是即使中规中矩中，也把那样的一个神韵啊表达无遗啊，不只是琢磨在这样的一个穿着上面啊，那种眼神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智慧的光芒啊，也可以显现得出来。那这一幅啊，当然这个年代稍微比这个要早了几百年了，这个比较近期的一个作品啊，把女生也把那样的一个神韵表现出来，有点点孤傲。有一点点这种好像自己可以独立性比较强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似乎也画出来。这个所以同样是画女生啊，时代不一样啊，她所着重的点似乎也不太相同啊，比较靠近近代，要让女性的那种好像独立自我的那种呈现度啊，给她放大增加一点。好，这个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不同的一个画家所画出来的一个东西啊，作品啊，那这个作品啊，事实上是德国的一个表现主义派他所画出来的一个东西啊。这位画家为什么他喜欢把这个女生画成这样形状？其实不只是女生，他画很多的形东西啊，都是啊习惯画很多尖形的。大家看这个鞋子也是尖尖的，人的一个造型也是尖尖的。帽子也是尖尖的，背景的人也是尖尖的。为什么？因为他对哥德式的一个建筑啊非常着迷啊，非常有兴趣啊。那我们也知道哥德式建筑里面的特征啊，就是尖塔，那个好像跟这个天上的一个距离啊，是可以搭上那样的一个桥梁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一位是谁？这个叫做基尔科纳，是德国表现主义的一个鼻祖啊。他是生在19世纪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啊去世啊，所以这个影响的一个层面事实上也是蛮广。他成立了一个派叫做乔派啊。那为什么要成立乔派？我们先来看他的一个自画像啊。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自画像里面似乎跟刚刚那个淑女的一个画像也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在画像的一个这个脸上的表情中，也要透露出那样的一个到底是不安呢，还是说是一个忧心呢？似乎啊，我们都可以读得出来有那样的味道。其实他长得是这样，相片是这样子啊，看起来也是温文儒雅的那种感觉，可是内心的一个澎湃啊，他就用画笔来在他脸孔上面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记啊。所以他表示啊，他其实是想了很多事情的人，绝不是单纯的那样子啊无忧无虑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想的事情里面包括怎么样让这个社会啊里面有一些画家也好，大家之间的一个沟通啊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某一些比较有一些创新啊，或者是某一些比较有一些想法的一个画家之间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他成立一个桥社，这个桥啊，桥就是沟通的意思啊，沟通这一边跟那一边，沟通此岸跟彼岸啊。所以他觉得人跟人之间啊，画家跟画家的心之间也需要有这个桥来做沟通，所以成立桥派啊。不过后来也只是昙花一现啊，他本身啊这个画风里面啊，当然也有很多、啊、跟这个桥的一个这个情形蛮把它画在这个他的一个画作里面啊，就是希望借着这个桥能够沟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人心之间的沟通啊，似乎啊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建筑的一个桥还比较简单一点啊，所以建筑出形态真正的桥比较容易啊，搭起无形的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比较困难，所以他最后也是蛮失望的，最后自杀身亡啊。这个医学上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桥啊？手术上面最多的一个搭桥的一个手术啊，比较常见的一个搭桥手术，其实是搭在哪里？我们看一下，搭在这个地方啊，心脏，搭在心脏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搭在心脏这个地方啊？最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啊，这个地方啊不通了。譬如说
动脉硬化所造成的一个冠心病，在这个地方造成不通以后，那怎么去让底下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变好，就要搭一座桥，搭一座桥就从主动脉这个地方啊，然后啊搭到底下末端它血液循环不好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叫做绕道手术啊。其实这就是搭桥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好像这个水已经没有了，干涸了，所以从别的地方引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啊，引另外一个渠道到底下嗷嗷待哺啊，发生干旱的一个区域啊，所以用这样的一个绕道手术来治疗这个冠心病啊，这个冠状动脉硬化狭窄的一个病人。好，那个桥的一个材质要从哪里来啊？你们凭空找出那个东西啊，不能把原来已经塞住了，所以没有用。所以另外要找一个材质，这个材质绝大多数都是从这个地方拿的。这是哪里？大腿。大腿，我们以前传统的一个手术的方法的话，大概就是大腿，我们要打开一个蛮大的一个伤口，然后找出底下的一个静脉。现在呢，在这个地方啊，弄一个小的一个伤口，然后啊，里面内视镜手术的一个方法，那可以把这个里面啊，这个譬如说这一条是静脉，静脉它有一些分支，所以这些分支它就可以把它绑起来，那最后把整条的这个可以用的这个静脉啊，把它取下来，经由那样内视镜小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方式啊，小的开口的方式啊，把它取出来，取出来以后那样的一个东西啊，就用在搭桥，刚刚看到的像这样子主动脉这个地方搭到这个末端的地方，这个搭到末端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是不是就表示你既然已经搭桥，就已经把这个更多的一个水引到那个地方来，就表示没有问题呢？其实未必啊。譬如说我们一个病人啊是这样子啊，这大家可以看得到，他做心导管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这个铁丝啊，这个表示经过开心手术啊，他也经过绕道手术啊，那结果呢还是临床上出现症状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他搭桥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啊，可以看到这个搭桥的一个通路是蛮顺的，可是底下的这个血液循环啊不是太好，表示说虽然桥是过了，但是桥的那一端啊，末端那个地方的一个这个局部的一个血管状况还不是太理想，所以这样的结果虽然搭了这个桥，但是啊，那个底下在过去的那个渠道太狭窄的结果，能引进去的水啊也有受到一些限制啊，所以啊，不是表示说搭了桥，而且这个桥还搭得特别的复杂，不只是刚刚那样子啊，从主动脉那个地方来，还想办法从另外一个地方啊来引这样的一个灌溉渠道，从哪里呢？这是另外这个分支的这个往手臂这个地方往脖子去的这个血管，然后再引这个地方所谓的内乳动脉啊，然后把它接到这个地方的一个血管过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也是做心导管检查的时候，这个往手臂去，然后这里有一条这样的动脉过来，来增加这个地方的一个血液循环。所以啊，这个来源哎，在这个病人已经可以看得到，用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心血，想办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临床上症状还是出现心肌衰竭、心脏衰竭的情形啊，这个心脏不舒服、会喘的一个状况啊，要使用呼吸器的情形啊，还是看到。所以我们的这个心脏科的专家们呢，他们就在继续啊追踪这样的一个个案，到底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因为他已经开过刀，已经做绕道手术了，那再给他做这个心导管的一个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左边的冠状动脉出口那个地方啊，局部啊有比较狭窄的那个状况啊，所以啊，虽然是有一些这个旁支啊在增加的循环啊，但是本身那个地方的一个循环是不够的，所以啊，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后续啊再给它这个地方打通以后的一个状况，这个地方就增加蛮多的这个血液循环，从原来的局部有一个狭窄的这个情形啊，把它通完以后改变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啊，我们知道这个虽然是感觉上好像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啊还是需要做整体的一个评估啊。当然提到桥啊，就必须提到不是只是这个澳洲的一个桥啊，这个音乐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歌曲啊，这个塞门跟葛芬科他们唱的一个歌啊，里面有讲到说，当你啊很疲倦，而且觉得自己很渺小的时候啊，当眼泪啊在你的眼睛的时候啊，它要当作一个横跨在这个恶水上的大桥啊，来帮帮他，这是蛮好的，感人啊。不过恐怕我们更要注意的，我们要用心于环保，不要让江水变恶水啊。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